说经典影视，看世间百态。今天要说的是一部国产高分电影《万箭穿心》。故事发生在90年代的武汉，女主李宝莉是一名小商贩，她常常受到一个叫做箭箭的男人的照顾。宝莉为人热心，乐于助人，在批发市场挑扁担的何嫂就是被她照顾的人之一。没啥文化的宝莉却有一个饱读诗书的丈夫，丈夫马学武在一家国企上班，前段时间升职成为了办公室主任，单位给他配了一套房子，一家三口终于从狭窄的出租屋里搬到了自家宽敞明亮的房子里。搬进新家那天，宝莉特别高兴，可是丈夫却突然跟她提出了离婚。这突如其来的离婚让宝莉有些措手不及，虽然她跟丈夫的关系一直不太好，可是她从未想过要离婚。于是她把这件事告诉了闺蜜，请闺蜜支招。在闺蜜的建议下，她让儿子出面请求丈夫不要离婚，可是这反而引起了丈夫的反感。与在家里的煎熬不同，马学武在单位里可谓是春风得意。因为工作原因，他跟另一个科室的女职员周芬频繁接触，马学武常在周芬面前尬聊，周芬对马学武的才华称赞不已，这让马学武觉得很有面子。这天宝莉接到了丈夫的电话，丈夫告诉她晚上要接待领导，所以就不回家了。丈夫的电话引起了宝莉的怀疑，因为以前遇到这种事情，丈夫是从来不会专门打电话跟她说的。女人的直觉告诉宝莉，丈夫可能出事了。于是她来到丈夫单位门口，看见丈夫下班后就匆忙离开了。宝莉一路尾随，却发现丈夫跟另一个女人进了小旅馆，自己的猜测得到了印证，宝莉内心非常痛苦。她正打算破门捉奸的时候，一个狠辣的念头产生了。她拨通了派出所的电话，告诉警察这里有人正在卖淫嫖娼。不得不说，宝莉这一招确实够狠。第二天，丈夫就被革去了主任的职务，周芬也被她的丈夫狠狠地教训了一顿。那天丈夫满怀愧疚地向宝莉道歉，可是宝莉不仅没有发火，反而当众原谅了丈夫。妻子的原谅让马学武内心更加愧疚，从那以后他每天都老老实实上班，准时准点回家。平静的日子一直持续到马学武的母亲突然造访。马学武告诉宝莉自己是独生子，父亲去世，母亲年迈，他有义务赡养母亲，他希望宝莉能够理解。可是宝莉却认为马学武自作主张，完全没考虑他的感受，两人为此产生了激烈的争吵。而在门外的老太太恰好听到了这一切，她一声不吭打算离开，可是孙子小宝苦苦哀求，老太太只好留下。而宝莉尽管内心有一万个不乐意，但还是给婆婆加了一张床让她住了下来。这件事让马学武倍感憋屈，妻子的强势让他喘不过气来。此时他又想起了那个善解人意的周芬，他忍不住拨通了周芬的电话约她见面。马学武厚着脸皮再次跟周芬表明心意，可是周芬却笑着说她不懂女人。跟周芬见面后，马学武心情低落地来到单位上班，却被告知自己即将下岗。马学武不明白自己的业绩突出为什么会被下岗，而领导则告诉他一切都是因为他出轨的丑事闹到了派出所，这对单位的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。第二天宝莉正在摆摊，却被丈夫的领导叫了过去。宝莉看着办公室的警察，以为丈夫鬼混又被抓了，可是警察却告诉她马学武已经跳江自杀。警察把丈夫的遗书交给了宝莉，丈夫在遗书里对母亲和儿子都留有遗言，可是唯独没有一个字留给宝莉。送走丈夫之后，宝莉回想起最近发生的种种，她怎么都想不明白，明明已经搬进了新家，有了更好的生活，为什么丈夫又是离婚又是出轨，甚至还选择了自杀。而闺蜜则告诉她，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的新房属于万箭穿心的格局，这在风水里是不利于居住的。可是生性要强的宝莉并不相信什么万箭穿心，她决定靠自己撑起这个家。她跟婆婆进行分工，她负责出去赚钱，而教师出身的婆婆则负责监督儿子小宝的学习并料理家务。为了赚更多的钱，宝莉放弃了做小生意，改行跟何嫂学做扁担工。这份工作虽然辛苦，但是宝莉却一直坚持着，她把挣来的钱全部交给了婆婆。转眼10年过去，宝莉仍然是一个扁担工，儿子小宝即将高中毕业，学校通知开家长会。虽然儿子的学习一直是婆婆在监督，可是宝莉仍然抽空参加了家长会。得知儿子的成绩一直是年级第一，宝莉非常高兴，她逢人就夸儿子学习优秀，朋友们都表示宝莉的苦日子总算要到头了。可是宝莉没有想到，在儿子的心中一直都嫌弃她这个母亲。宝莉拿着扁担去开家长会，全班都知道了她的职业，这让儿子觉得很没有面子。宝莉在街上呼唤儿子的小名时，儿子却装作没有听到。没啥文化的宝莉并不懂数理化，所以她对儿子的学习永远只有一句作业做好没有。
而在儿子的心目中，宝莉的关心根本无济于事。这天，宝莉遇到了10年前因为打架入狱的健健，两人多年没见，但还是很亲切。健健把放出去的债收了回来，买了一辆面包车，做起了货运。平时遇到了宝莉，常常会载他一程。宝莉对这个一直帮助自己的男人从未有过戒备，却没想到健健却占了他的便宜。那晚过后，宝莉一直躲着健健，可是健健却死皮赖脸地缠着他。眼看儿子就要高考，宝莉决定暂时不出去干活，留在家里做些好吃的给儿子补补身子。可是儿子一看到她就心烦，在婆婆的建议下，宝莉只好离家，等到儿子高考完再回去。宝莉离家后没有去处，她给闺蜜打电话，闺蜜却不便收留她。宝莉无意中看到了健健的车子，才知道健健醉酒摔伤了腿。宝莉前去看望健健，并决定在健健那儿借宿几天。可是儿子小宝却找到了这里，小宝看着眼前这一幕，怒骂两人不要脸。健健为此要揍小宝，宝莉想着儿子第二天就要考试了，情急之下打伤了健健。第二天，宝莉拿着钱找到了健健，提出赔偿他医药费。可是健健却表示两人已经睡过了，医疗费就不用了。健健的话让宝莉觉得受到了侮辱，她跟健健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后愤愤离去。不久后，高考成绩公布，儿子毫无悬念地成为了全市状元。宝莉走在外边，人们都夸她培养了一个优秀的儿子。宝莉听在耳里，乐在心里。比这更令人高兴的是，儿子竟然主动叫宝莉回家吃饭。当宝莉端起酒杯想要庆祝，儿子却提出要跟他断绝母子关系，并要求宝莉将房产证交出来。那天宝莉跟儿子大吵一架，通过儿子的话，宝莉才知道丈夫自杀的真相。原来马学武自杀前约见周芬，周芬告诉他，当时报警的人正是宝莉，这让马学武非常痛心。而此后马学武又因为宝莉那个电话失去了工作，这让他觉得活着实在是太累，因为他每天都要面对一个跟自己根本合不来的女人。而小宝知道父亲自杀的真相后，对母亲的嫌弃之上又多了一层憎恨，他认为是母亲的强势和过激造成了家庭的悲剧。宝莉万万没有想到，丈夫是因为不想跟她过下去才自杀，失望、痛苦等情绪充斥着她的心。那天宝莉来到江边，看着一旁欢乐的孩子们，她突然觉得自己确实错了。这些年来，全家人都因为她像一根紧绷的弦，儿子从来没有像那些孩子一样快乐的笑过。于是宝莉回到了家里，她默默收拾好行李，并将房产证交给了婆婆。而婆婆则表示，等小宝再大一些，她自然会明白一切。就这样，宝莉离开了那个家。当她走出那栋大楼时，却发现健健在等她。健健诚恳地向宝莉道歉，宝莉也明白健健是嘴贱心善。于是宝莉把行李搬上了健健的面包车，跟着健健一起离开了这个生活了十几年的地方。而在暗处的小宝看着母亲落寞的身影，忽然有些不忍，可是他终究还是没有挽留母亲。影片到此画上了句号。这是一部无比虐心的电影，讲述了一个家庭主妇操劳半生却被儿子和丈夫抛弃的故事。由严炳燕饰演的李宝莉是很多中国家庭主妇的缩影，刀子嘴豆腐心，外表强硬而内心柔软，很爱丈夫却不善于表达。当婚姻出现问题时，她尝试着妥协却又放不下自尊。马学武和李宝莉的结合本就是一件奇葩的事，一个是有文化却懦弱小家子气的乡下男人，一个是没文化和有着漂亮脸蛋的作死性格的平民女人。在他们恋爱的时候，或许看彼此都挺顺眼，李宝莉的眼中更多的是马学武的温柔有才，马学武的眼中更多的是李宝莉的热情活泼。可是当两个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，那些被忽视的缺陷便在柴米油盐的生活中暴露无遗。马学武的温柔变成了懦弱，满腹才华变成了和别的女人偷情的小九九，李宝莉的活泼变成了大大咧咧不顾形象的蛮横强势，热情变成了口不择言的市侩。李宝莉出身平民又没啥文化，在她的观念中，女人就是要赚钱养家掌控一切，过日子就是要精打细算。可是她从没想过马学武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，在李宝莉的眼中从来都没有看上马学武，以至于结婚后成为了一家人，她仍然会用乡巴佬来称呼马学武，甚至当着外人的面毫不留情地数落他。而跟马学武相比，健健才是那个更适合李宝莉的人，他们一样的没文化，一样的嘴贱心善，一样都爱大大咧咧地过日子。所以最后宝莉选择了让健健承载起他的下半生。后期的马学武对李宝莉已经没有任何爱可言，支撑他跟宝莉走下去的更多的是责任。可是当尊严一次次被践踏，心里的憋屈盖过了对家庭的责任，
而此时恰好有一个懂他的女人出现，他便毫无悬念地背叛了跟李宝莉的婚姻。马学武知道李宝莉没文化，不会看书，所以他把周芬的照片夹在字典里边，这无疑是对李宝莉最好的羞辱。马学武用他的冷漠回应了李宝莉对他的践踏，甚至到死也不曾留给李宝莉只言片语。可是这种老死不相往来的倔强反而暴露了他的懦弱，因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是不会用死来逃避生活的。这部电影中的人物没有绝对的对与错，李宝莉也好，马学武也好，一段失败的婚姻往往是夫妻双方共同造成的。很多人会指责儿子小宝是个白眼狼，可是以他那样的年纪和阅历，如何能理清父母之间的恩怨情仇，又如何能懂得母亲撑起家庭的不易呢？说到底，他也是父母失败婚姻的受害者。好了，本期电影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发表看法，我们下期再见。